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三重的台南林无刺丝木鱼，好久没有来了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这个就是白中院老师都说赞的店家。现在三重已经开始在下雨了，那店家生意真的是越来越好了，现在有写这个要领号码单了。好久不见哦，嗨老板，应该已经赚到两栋别墅的钱了好，那非常的忙了好，那边就可以看到在现杀这个丝木鱼，所以丝木鱼是非常的新鲜小姐都长得是非常漂亮动人好，就给它点下去啊。鱼肠间有吗？要现杀，好，稍等哦。好。225好。好，那就再拍一下这个制作过程啊。因为都是现杀的，所以这个丝木鱼非常的新鲜啊。好，那就期待上菜啊。好，那就先从这个没吃过的开始哦。这个是鱼肉面线呢。感觉相当传统风。清爽好吃，然后有这个麻油的香气。鱼肉很嫩。赞，好吃啊。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小朋友吃的，很清爽。鱼肉很嫩。真的很好吃啊，鱼肉新鲜就是王道。简单的调味之后就变得很美味了。像这个传统的手工面线就非常的美味啊。很鲜甜哦，赞赞赞赞赞啊！真的很好吃。真的很棒啊。充满了感情的一抖，真的很赞。充满了这个鱼肉跟面线的香气这么多鱼肉真的很棒啊。三重很知名的部落客也常常来这边吃小叉好，那我觉得是满分的金猴甲真的很棒。好，很推荐传统风最赞好久没吃到了，真的很棒。这个就是白中院老师都说赞的这个丝木鱼。再来就是连N嫂都说赞的这个丝木鱼盖饭加上他们店家支持的辣椒，这个真的是好吃，嫩嫩的嫩的鱼肉。感觉有点像卤肉饭的感觉辣辣的，辣辣的很开胃，然后再加上这个鱼肉的鲜甜味再配上白饭，真的相当美味很好吃
真的很棒、啊。哦，加这个是中辣的哦，重口味又很轻柔的口感哦，就只有这边才吃得到、哦，真的很棒。好，轻柔就是这个鱼肉的滑口哦。而且没有刺，可以大口大口吃，真的很棒。哎呦哇、啊，这样你受得了吗？哦，真的相当美味啊！不要客气啊！啊，嗯。大口满足哦，哦，好吃到爆炸，连满分大师都说满分哦，这是废话。这虱目鱼盖饭的魅力无人可挡，刚刚有看到警察哥哥有来买啊。偶一偶一都要来吃了哦，真的很棒哦，所以是满分哦，刚那个也是满分，赞啊！好，再是这个本日最期待啊，鲈鱼肠，当当当当当当。敢吃的人会觉得这个天上美味啊，不敢吃的人就看旁边在发呆啊。比如说 M 嫂啊，哦，这家鱼肠真的是很美味啊，因为都现杀了，所以这个限量，然后又美味。嗯，鱼肝、鱼肠、鱼胆啊，还有鱼油脂哦，赞赞赞赞赞，还有鱼肠不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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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各种口味在口中爆开啊！白崇仁老师，你有没有吃到啊？奥尼亚塞哦，马西索哟，可嘞，哎，可嘞是日文。真的很棒哦，这个我觉得有120分的。肥滋滋，肥滋滋，嗯。啊，这样这个卤汁跟微微的辣度，还有这个姜丝的感觉，真的是赞赞赞赞赞，好吃吃吃吃啊！哦，新鲜就是王道啊！配料割足的就是美味啊，真的很棒。哦，这真的是平价的人间美味哦。啊，这一块就整组的啦，什么都有，刚刚讲的全部都在里面哦。一口咬下去，各种滋味都有。啊，冰冰哇，你受得了吗？哦，这一定要试试看啊。嗯，好，真的是棒呆了，美呆了啊、哦！真的很好吃啊！好，这个有120分，赞啊！
好，晚上再会带两个虱目鱼盖饭，一个不辣，一个中辣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鲈鱼肚也超赞的。好，这个是我的了。好，新鲜就是王道。你看这个虱目鱼有这么新鲜呢，所以一定非常的美味啊。好，那真的非常的新鲜又好吃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